不要说脸大，我很敏感的，怎么可以说女生脸大？嘿 ，you story， 嘿 you bro， 说啥？对，怎么可以说我脸大？大可爱，好吧，可以，因为以前对路爸爸都会说我太皮的时候很三八。这种小时候都常常被叫三八三八这样，他应该是我觉得问这是夸奖的话，长大才知道就是这不是夸奖的话。后来我搬家之后，国中的时候，反正我就是刚转学，跟大家打成一片，结果我们在聊天，聊聊聊，笑一笑，我就说哈，你怎么还吃了？你好三八哦，这样子，他就生气了，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跟我讲说。你可以不要叫我三八吗？我觉得这样很不礼貌哎。后面南瓜龙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我怎么开玩笑呢？你会比较 OK。他说你可以骂我贱呐、啊，你可以说我是贱人呐、啊。然后我就，哦，好怪，好怪，是我自己内心讲的啦。我想说为什么要骂贱？对，啊，我想说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当下我真的是。我当时真的是内心有多么的受挫吗？对。